克力天明之正好消息。天色将暗，咱紧回万家上报。有时候听讲最近有恐怖刽子手。啊！嗯？一轮孤帆，一处孤风，一条孤鸟。一抹灵光，一声令喝，一种灵风。一时，啊！你到底是放下枪手？啊！枪手！哇！英神！刚我再度出现新面孔，今秒相遇手足又遵守英神的白发少年是谁？又是为何而杀？我杀老乡永恒。中为武林带来怎样的震撼？暗夜行者又是怎样的故事发展？到底隐藏精彩结果？请继续收看我们的布袋戏《霹雳天明之镇河邪神》第三章《七雄》。